哎，醒醒！已经替你换过药了，你已经没事了，收拾一下，赶紧走。是公子帮奴换的药，那奴的身子岂不是已经被您？ 你是白雀，就别装什么三针九裂了。不像，此人心机深沉，看来我得露出点破绽，才能取信于他。公子等等，公子留步。 如意并非是想赖上公子，求公子别赶如意走。外面都是恶人，我一个弱女子，只怕一踏出这院子，连一刻都活不了。这与我何干呢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公子是善人。相信你昨晚已经知道我以前是六道堂的人，我会是善人吗？ 你一个一点内力都没有的人，竟然能从六道堂的人手上逃脱，相信那些教坊的武技也教了你不少东西。你是白雀吧？没有，他除了跳舞，什么都没有教我。奴也绝对不是朱一薇的白雀。公子，您相信我？我还真想相信你，但你。 却知道白雀隶属于朱一薇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门在那边，自己走。我不走。不走是吗？ 走不走？公子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不走。审我的人说，玲珑是朱一薇的白雀，我记性好就成罪过了吗？玲珑姐姐之前是想招揽我，可我知她没听懂。 若非走投无路，我不想成为出卖色相、引诱男人的白雀。这就从奴变成我了，何必呢？一个没接受过训练的人，能在我手上熬这么久，单凭这一点，也就算出去了，也能活得很好。 谁说我没受过训练？教坊的人用沾了水的皮鞭抽我，你们六道堂用刑具折磨我，哪个不比现在疼？可就算再疼，我也能忍，因为我想活，我不想死。 桃儿，你们干什么呢？
这宁头下手也太狠了，都怨我，不该跟他顶嘴的。我是真的不想再被那帮人给抓走了。你先试试这些，能不能帮得上？我现在就去熬药。多谢小哥。我叫袁露，宁头那边你放心，交给我，我去说。